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收看这个视频。我们来制作一款四瓣花，这个和之前我们制作的这个樱花很相似，对比一下。你需要用到胶水和四张纸，我用一张正方形的纸来裁剪成四张小纸。这个大纸是边长15厘米的正方形纸，对折一下，裁剪，再对折一下，变成四张小纸。好，四张折法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看其中一张，两角对折。两角折向上面的顶点，展开，这个角折向刚才的斜折痕，这个角也一样，放到背面，将这个斜边把这个角往里折一下，这样翘起来，这角也一样，折一下翘起来，然后用胶水把它粘上，这两个部分粘到一起，剩下的三张纸用同样的方法处理，最后再拼接到一起。好，四个部分都完成之后，再把它粘到一起。我们看中间这个左右两个花瓣，把它分开一些，这样比较好看一些。下面粘到一起，最后再调节一下，把这个花瓣分开，调整的美观。这样一款四瓣花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更多视频请关注折纸王子。喜欢就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加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